今天我们吃饺子，虾仁韭菜肉馅儿的，太豪横了啊！尤其是虾仁太多了。你看我们的厨房多大，现在我们四个人在这个厨房里忙活，还是很宽敞的。手机可以放远一点。好嘞，今天闲着没事儿，我说播一会儿啊。这是我们的大厨房，四个人的大厨房。洗手就有水啊。你看好不好看？好看。这你包的啥呀？包的饺子呀。包的啥？太小了，这饺子。那这皮是大呀。两口子。好像不怎么圆呢。手伸，对。啊，这样。对对，哎。行不行？不用割了。啊。哟，等会儿啊。这还少。妈，你这小手指头会擀擀面杖粗了。哎。你擀吧擀吧。哎，不能这么擀。那这不先给它弄圆了吗？这我三岁前擀我都不这么擀了。都会那么擀，不能那么擀。你会那么擀，还得那么擀。妈呀，这话说的，会那么擀，那么到底怎么样？那么的，他非得那么擀。嗯。不圆呢？那么擀就圆，这就转。这个圆不圆吧？这个都是天生的，就是。你长得圆嘛，它就圆；你长得三百六不圆，那你擀的就三百六不圆。我看你这圆，你长啥样？我看你擀擀，我看。你长得圆，所以你擀得圆，你试试吧。啊、哎，可以。哎，不错，哎，就这个意思。哎，对，哎，啊、对了，对了，行吗？妈，这小鸭蛋学啥真快啊！那不会，他那回他擀了，他不往正道走。是的。擀就起高调。那你说你扛扛擀，他就会这么擀呢？我老师傅多喜欢那个工具啊，等了一天买来了。我真等着，我就看着他呢。问题是啥呢？咱过了防震岗没海了。没害吧，我玩一回就行了。哎，那明天就等着吃了呗。明天咱组团去怎么样？不行。啊？明天大潮。你在前面扒，我们在后面捡吗？要大潮过后才有呢。那我明天去啊。你要今晚涨潮，比如说是大潮，明天撤了那好。不然还不行。那啥时候才大潮啊？这有什么依据吗？人家知道。哎呀，哎呦，这还有冰的呀！对，哇，这个冰的应该好喝一点吧？试试。哎呀，要干啥？我这还直接，我就拽你衣服拧一下。后来笑好像不对劲儿。这事儿他家姑娘和他家媳妇儿，这女他家姑娘啊，他家媳妇儿。你就问问人家媳妇儿啊？你就问问儿媳妇儿。人家老爷们媳妇儿。老板，那老板是媳妇儿。我说骑摩托这待一天去亚武河，待半天了。问问呀，吃饭去了。那儿媳妇儿。哎，那个所以说嘛，那个我还不知道老板媳妇儿。咱不能试，不对，那小子来，听都老往这边瞅。瞅你也就，哇塞！哎，今天你说我们这到哪块找个有钱的主把你嫁出去得了？谁要说给我那什么？昨天来那小子那行。给我一台奔驰的介绍费，我就拿了奔驰大 G。当前车我就给你拿，就这人家真可以吃掉，可以吧？那真挣钱了，这人家指定有钱，没一天就千来块钱。那小子长得也挺好，嗯，比你还高呢。对，那小子大个儿。我呢，流口水了，你说大个儿？赶紧，你说大个儿，赶紧瞄一眼。这是哪？是哪个关系？这是女的，是这个是前面的，前面穿白衣服的，那是他们家闺女。嗯，那是他们家闺女。对，你这我还有机会。怎么样？谁想跟我当亲亲啊？当啥？当亲亲嘛，我追他们家姑娘，你追他儿子嘛？怎么样？你可拉倒吧。怎么样？我们就就地扎根了。你们走吧，剩一个开车带你们走。开心吧，这有钱是吧？有我台奔驰大 G。咱把车卖不卖吧？咱们坐飞机就走了。那我们两个留下怎么样？今天你嫁了个儿子，我娶了姑娘，怎么样？完美不？他儿子是不是那穿白衣服高高个儿？嗯，挺帅的是吧？没看到正脸，我要今天从那走的时候看见了，再看一眼。对，这闺女，这小生吗？过去的纯生头发，嗯，可以吧？是不是？还卖烟？是不是行？什么行？饺子？不是，这还卖水？这家人是不是挺有钱？嗯，挺有钱。怎么样？相中了没？相中了。我给你介绍介绍。没相中。让我老娘给你们保。没相中谁了？你正脸都没看，明天看正脸再说。没相中。不是你没相中人那小子。我没看见冷，就看见他长得挺高，完了。看个，你就看这一个，我感觉就对你来说就够了，你知道吗？不够。那可不够。
你没听说过最萌身高差吗？你这起码你拥有个最萌身高差。那你得让他找个1.3米的去，那才更萌。哇，这个男的是帅。别看了，哎，啊，一说男帅，赶紧看一眼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男的帅，他赶紧吃了都吃了。你看这萌萌，动一动都不动，就知道吃，你就知道吃啊你！你看人多有追求。一会儿那个镜头你慢放一下，回头你看看是不是？啊，你私家看人萌萌就在那吃，人那两耳不闻窗外事，就是好，就是哗啦哗啦哗啦就是吃。你等会儿你把我鸡爪吃完了咋整？啊，他盯我的鸡爪。我说外边哪里有他？你是看人家帅哥，他是看我吃了夹了鸡爪。